端部分的话呢，那我用的比较多的哈，大部分都是 Google 的东西啦，所以哦，前面讲过了，包含就是 Google 的地图，哦，然后 Google 的这个什么呢，像 Play 商店这个就是去下载那个 App， 我想应该不用太多讲。然后 Google 的 Gmail 应该大家都有了哈，云端硬碟，甚至呢，我会把我所有的行事历哦放在那个 Google 的这个日历里面，然后呢，只要有任何行程哦，我只要一看，我就知道说哪一天，我有上课，去哪边上课哦，所有的行程我都会规划在上面，甚至他的 Google 地图呢，也可以跟别人分享。比如说你想要让你的家人知道说哦，你最近的行踪在哪里，那当然你就可以怎么样把这个 Google 的日历哈、哦，跟你的亲朋看哪一个了哈，你的家人哦，你妈、你爸妈哦，可以分享说哦，我最近的，他就不会每次问说你到底你。礼拜一在哪里，礼拜二在哪里，时间在 OK 大概是这样。那另外的话还有 Google 翻译啦，这个翻译我想应该大家也不陌生，因为这个 Google 翻译实在是越做越方便。它这个地除了说呢一般的翻译之外，现在甚至手机上面也有一个 Google 翻译，也可以做到同步翻译，也就是你比如说讲一句话，它马上帮你翻译，甚至现在可以什么直接你讲完它同步帮你翻译哦，有点像是那个同步可以帮你做，所以你如果在国外的话呢，其实手机上面如果有这个 Google 翻译软体的话，也其实还蛮方便的。OK， 哦，我印象中这个翻译的结果其实还蛮精确的哈、哦。另外的话，还有一个 Google 翻译，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就是它可以透过拍照，有没有？比如说像你在国外哈、哦，那个墙壁上面呢、啊，比如说贴了一个看板。或者公告上面的那个文字哦，比如说你到日本好了，写一个公告的文字，你看不懂日文的话，那其实哦，它这个 Google 翻译呢，还可以透过拍照，有没有？然后你把那些字哦，用选的 mark 起来，它会帮你把那个上面公告的那些字马上翻译给你看。我觉得其实还蛮方便、蛮精确的哦。所以相关功能哦，请各位可以再花一点时间，再多多了解一下啊。那 Google 翻译。那同样的这些功能、哦、其实除了说在我们的网页版本上面有之外、哦、其实在手机上面也都有同样的版本。OK、哦、所以这个也许请各位按照、啊、其他的底下啦，你看还有 这一大堆、哦、如果你假设都没有用过的话，其实你也可以不妨可以试试看。其他的像什么 Word， 这个文件有点像是 Office 里面的 Word、哦、然后这个是 Excel， 这是 PowerPoint。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哦、将来呢如果你要缴交作业的话，虽然我们有 Word 也是有 PowerPoint 可以用，但是我建议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云端应用，所以以后如果你缴交作业的话，最好一律都交云端的上面的功能给我就好。比如说你要缴一个 PPT， 你不如就是直接在 就是 Google 上面用这个解，或者说你可以传到先在 PPT 做好传上去之后再把它转换成 Google 的简报也可以啦。所以反正主要是希望各位可以多多利用这上面的功能。那 Blogger 这个是写部落格的，好像我的教学部落格有没有，其实就是用这个来做的。所以以后呢你希望记录一些东西的话，你不妨可以用 Blogger。 为什么我用这个 Blogger？ 其实我发现它有个好处，就是说你这个用它的 Blogger 的话，将来搜寻被搜寻到的机会比你用其他的部落格平台像匹克邦我觉得，或者是说像其他的会比较容易被搜寻到。我发现有这样的结果。啊，其他还有像什么，还有像 Keep 这个我也蛮常用到的。这个可以做什么，做一些简单的你要规划一些等于有点像一个笔记本你可以把一些相关的东西先写在这边诸如此类的。啊，其他还有像什么 AdSense， 这里有的没的，我想请各位再多多有时间的话自行再了解一下这相关的功能的云端的应用，我想这个都比较简单的啊。其他还有像什么 Google 的搜寻，这个也不用讲了只是说呢可能会比较有同学会问说要怎么样可以把某些关键字可以把它排在最前面，比如说像我刚刚有没有搜寻的时候可以让这个吴老师这个关键字可以排在第一个，这是我的还有哪里呢？底下这个没有关系这我没有教麻将所以虽然我还是会打麻将，但是我不教麻将第二个不是我，第三个这个我的，这是我的 YouTube 频道
OK， 那我 YouTube 频道里面的话呢，基本上目前的订阅人数呢，大概差不多33,000吧，哈。里面的话，大概、其实里面就是教一些相关的影片，这个第四个好像就也是那个刚刚那位老师的，所以他好像他的经营模式跟我有点像哦。他说推广国粹，然后杜绝赌博歪风，OK 哈。然后呢，再来第五个，这也是我的教学论坛。我之前有跟各位提过了，这个是我用一个叫 NAS 的一个机器，有没有 NAS？ 这个可以拿来架站，对吧？就是类似像这种哈、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了哈、价钱有贵有便宜，那你也可以拿来架站。那其他的话还有像我的这个匹克，这个不是我，这个是我的匹克帮，等于是我那个教学部落格的分站。也就是说呢，我把部落格文章呢哈、把它贴上之后，另外哈、一样也会把它同样东西放在这边，好、我也懒人包 ，OK 哈、然后只是说我好有一段时间没更新了，不过还是觉得说放这个 blog 这个部分哦，好像比较容易被搜寻到。那你会想说，那为什么可以哈、在200多万个结果里面啊、特别说200多万个结果里面哈、看200多哈，我的这个连结会排在前面，哦，其实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以后如果说你希望被人家发现、被人家找到的话，那你如果在网络上面哈、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搜寻得到你的话，那基本上哦，你相对的就比较没有机会，啊，所以呢，最重要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哈、在创造什么？创造内容，也就是哈、如果你将来哦。你希望你的机会比别人多的话，你现在就开始要先产生一些内容。那这个内容当然包括就是什么，至少啦，文字有没有？你也可以写一点东西。所以为什么，建议各位哈、有机会的话，可以在 Google 地图上面的哈、可以分享一些东西，啊，或者是说部落格啦等等的，甚至是将来呢，你也可以拍一些影片 ，YouTube 的部分。不过当然现在看起来哈、如果你现在要经营 YouTube 的话哈，感觉好像有一点点慢，哈，因为为什么？因为之前的比较优惠的部分哦，比如说像刚开始他没有限制说多少可以这个收取这个广告金，现在大家就会比较会有一些限制的哈。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大概主要这些功能呢，我就大概先说明一下，好，那请各位就是说前两周的作业也许哈稍微。就是按时缴交，目前看起来只有2个同学缴交，然后 Google 表单目前的话有24，大概还有几位同学还没缴交哈、所以请各位哈、还按时缴交。如果你希望你作业成绩是比较高分的话了哈、那当然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再把它完成哈、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主要呢就要来开始看另外一个单元了，我希望再来的话呢，就是。跟什么有关呢？跟 YouTube 有关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来谈一下有关 YouTube 的频道经营部分。这个部分的话呢，当然呢，我会希望说，如果你自己本身一定有 Google 账号，但是不见得每个同学都有开通你的 YouTube 频道，所以如果你没有开通 YouTube 频道的话，等一下可以试试看。反正第一个你可以登录 Google 账号，第二个你再到 YouTube 上面，他会问你说。你要不要把 Google 账号跟 YouTube 账号连接？如果要，那你就连接。接下来的话，它 上方就会出现一个人头了哈。当然，接下来你可以怎么样？再到那个人头上方，你可以再去新增频道。那 YouTube 其实还蛮妙的，一个账号不是说只能够产生一个频道，它可以产生很多个频道。像我试过，我一个账号哦，我至少其实狡兔要有3窟嘛。可是我不止3窟了，因为我在 YouTube 上面、至少创了超过10个频道。OK， 你看，其实也只是尝试了，反正最后的话呢，目前主要有可以那个就是累积那个广告获益的，就只有2个频道。OK， 那等一下也许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2个频道、到底内容怎么去经营，然后呢，到底有什么获益。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了哈、这个我想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在讲那个 YouTube 经营之前哦，可能要至少要对 YouTube 有一点了解。
所以啊、哦、YouTube 上面的话呢，大概我会有几个方向一定要学会的，因为我想说将来哈、哦，我比较常遇到的这个相关问题是说哈、哦，可能我影片都做好了，那之后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包含就是说剪辑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今天哈、哦，我的这影片来源哈、哦、是从 YouTube 下来的话，那我有没有办法哈、哦，拿 YouTube 上面的影片把它当一个影片的资料库哈、哦，来使用？所以第一个哈、哦，如何下载 YouTube 影片哈、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曾经下载过 YouTube， 应该都有了哈、哦，只是说下载的方式还有下载的软体哈、哦。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你下载完之后哈、哦，如何做播放啊？那一般其实是可以正常播放，可是难免啊会遇到一些状况，就是你可能下载了这个影片，啊，它会有什么有画面没声音，或有声音没画面等等的。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你可能就要哈、哦、再做一个所谓的安装那个这个叫解码器啦，啊，因为呢，如果你要把那个影片档，比如说 MP4 好了，你要把它解开的话。那基本上哦，它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的解码器，一个是因为它是一个 A 一个 V 的哈、哦，不是这个跟那个什么那个没关系了。A 指的是那个声音的部分呐，就 Audio，V 的话就 Video，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如果说你今天呢有画面没声音的话，那可能你的 Audio 你的声音的解码器没有。或者是说相反的，如果你有声音没影像的话，那你可能就是 video 的影像的解码器没有装。那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哦，其实你很简单啦、啊，现在有专门的人哦，帮你怎么样，帮你打包了，你只要把那个解码器整个就是把它安装起来就 OK 了、啊、其他的话呢，还有就是说呢哈，怎么样再把影片上传啦、啊，然后最后建立一个播放清单。那其实我最近比较常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增加字幕。那字幕部分的话哈，这边有一些工具啊，其实蛮方便，就是你可以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哈，把影片呢直接让它，以前是怎么样，你要一边听一边打那个字幕上去，其实还蛮花时间的。那最近的话呢哈，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免费软体，它其实哈方便的地方是说呢。他可以把你只要提供给他一个影片的一个档案，他会自动帮你把影片里面的声音、哦、自动抓出来，然后呢自动帮你怎么样转换，把里面的声音、哦、自动转换成文字，而且、哦、甚至更厉害的是他会自动帮你把那个你的时间排好，什么时间跳出什么文字，什么时间跳出什么文字，那这样有个好处，我就可以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哦、就可以怎么样，可以把那个字幕产生，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方便了、哦、所以这个部分待会会跟各位做说明。那在讲这些内容之前、哦、可能要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其实 YouTuber 我想大家也不陌生、哦、其实像之前有什么理科太太啦等等的，所以有点像素人、哦、变成算什么网红，素人变网红的这个相关效应。所以呢、哦，大概几个方向了哈、哦，第一个哈、哦，就台湾的 YouTuber 前十名，今年的前十名是哪十个呢？应该大家可以猜，应该可以猜，因为应该大家都可以，应该都会认识了哈、哦。另外的话呢哈，订阅的排行榜，谁订阅最多？另外的话呢哈 ，YouTuber 哈、哦，到底哈、哦、怎么赚钱的？我想这个当然呢，你们在 YouTube 上面也看了蛮多了，其实嘛，我发现很多 YouTuber 也会不吝啬、哦、把他们的赚钱收入来源哈、哦、甚至做公布、啊、好像始作俑者就是叫一个什么小玉的人，有没有？他甚至把他的那个收入账单哈、哦、全部都公开出来，哇，那个金额实在是非常吓人。我记得好像他曾经公布他好像赚了几百万的那个但他的收入主要来源并不是说只是广告，还有很多是业配、哦、所以、啊、这个部分的话等于是说的、哦、他其实前提是说一个新的机会啦，也就是说新的革新。那你会发现、啊、YouTube、哦、他其实最大是把那个目前这样电视媒体其实就排挤了，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以前前一代的人、哦、
很经常的就看第四台，但你会发现现在没第四台好像其实也没不会怎么样。OK， 那所以呢，请各位先试着把刚刚我讲的部分就是一些云端的功能稍微了解一下。那待会的话呢，我们再来看 YouTube 的相关的功能部分，画面呢先还给各位。